being so like, oh, I knew it when I met him. I loved him when I left him. Got me going like, oh, and then I had to tell him I had to go. Oh, 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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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h.这哥们儿是不是咱们再熟悉不过了？这位自称呢不看书，而是通过电视来吸收信息，并且宣称自己是自林肯之外最有气质的内沙士。各位观众老爷们似乎见怪不怪了，也确实啊，在他那个位置上，他发的推文呢最多，在他那个位置上几乎天天上头条。这位商人呐、啊，真人秀红人，满嘴跑火车，天天闹笑话的人呢、啊，当各位观众老爷们查查他的水表，才猛然发现呢。这哥们儿都73岁了，咱们都讲人生70古来稀，这老头儿稀不稀？咱们先放一边啊。做米国年龄最大的那啥，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当然，对这老头争议的双方呢，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这位让天堂向右，美国向左的川建国，究竟是怎样混到那啥的位置啊？今儿呢，各位观众老爷们就听我聊聊这个吧。1946年，川建国出生在纽约市，城市户口，城市人。他老豆弗雷德里克，房地产老板，据说呢最早是位木匠。弗雷德里克呢，在15岁时稀里糊涂的进入了房地产开发和施工行当，就跟咱们这儿的包工头干到令人感动的房地产老板的野路子几乎差不多。1968年，25岁的儿子川建国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一毕业呢，就进入了有钱老豆弗雷德里克的公司，并且呢成为了董事长。1976年呢，成为了总裁。在这儿呢，我插点老弗雷德里克的小故事啊。虽然老弗雷德里克的很有钱，但是呢，他有一个癖好啊，就是喜欢在工地上捡拾不能用的钉子，那真是节俭持家呀。且慢呢，后面还有。虽然老弗雷德里克呢如此的节俭，但是呢他坚持每3年买一台新的宝蓝色的凯迪拉克，使用编号呢是 SCT 的车牌。各位观众老爷们，从这儿呢我们能看出啥呢？我反正看到的是满满的开豪车摆地摊的味道。至少呢，老弗雷德里克去世的时候，他呢留给了川建国大概是2.5到3亿美元的财富，很多了，是不是啊？父亲弗雷德里克呢，对川建国的影响呢是相当的大。还是1974年，川建国家开的公寓呢被发现只租给白人，其他有色人种呢一概免谈。当然呢，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川建国呢惹上了麻烦。就这档事儿呢，他遇到了一个律师。罗伊科恩这哥们呢出臭名昭著啊，却人脉广泛，手眼通天。想想呢，这位科恩同学呢，他做过詹姆斯麦肯锡的助手，也为那啥那啥的老大辩护过。那啥那啥呢，这样讲吧，我呢，我这个是手，对不对？那如果说把我这个手呢放到墨汁里面去，那么我的手拿起来会变成什么颜色？好了，我也怕呀，这应该很明白了，是不是？那么我就接着聊下面的。在川建国因为自家公寓不接受有色人种，就像咱们这样的，这事儿惹上麻烦后呢，挪一一顿化神奇为腐朽的操作，最后呢成为了川建国要求赔索，索赔金额1亿美元。最后川建国的麻烦呢也就不了了了。为啥把这事儿给分拣出来聊聊？因为可以这么讲，挪一的这波操作可以说是给了川建国开了一个大大的脑洞，原来还可以这样玩。所以在川建国的后几十年里，每当川川面对他人的攻击，第一步呢，川川呢先是全盘否认，第二步呢就是反过来攻击对方。这手法呢他屡试不爽，也驾轻就熟。为啥川建国总给人一种底气十足、信心满满、趾高气扬的姿态？这不就阐述了那个道理，我是老流氓，我怕谁呢？是不是？好，咱们接着聊。时间到了1975年，川建国的财富人生呢又下一城。
那年的他看上了纽约中央车站附近的一家破旧的旅馆，川建国打算呢把它翻新后呢建成豪华酒店。后来一系列的明暗操作啊，在1980年凯瑞酒店竣工，这给川建国的房地产事业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同年呢，走上人生的第一个巅峰的川建国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媳妇儿，模特的伊凡娜。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位伊凡娜就是一个旅版的川建国。这对夫妻呢，两人同样的野心勃勃。补充说点闲话，这个曝光度啊，不亚于任何大明星的大美女伊万卡，她的妈妈就是伊凡娜。时间呢，到了80年代，也就是 UP 主我所诞生的那个年代，在整个80年代，川建国夫妻俩里根田来我织布，齐心协力搞了一系列的大事业。咱们数数看，纽约的特朗普大厦、大西洋的赌城、佛罗里达的庄园，妥妥的人生大赢家啊！也就在这个时候呢，川建国发现了自己有个爱好，这爱好呢就是喜欢上电视。与低调谨慎的老父亲不同，川建国很享受被人注视的感觉，并且呢乐在其中。在摄像机镜头前，他会表现得近乎癫狂的极度自信，并且常常有惊掉人下巴的话。比如呢，在一次电视节目采访中，主持人问川建国，如果今天你失去了所有的财富，那你明天会干什么？川建国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去当总统。他几乎从不拒绝闪光灯和麦克风，并且乐此不疲。虽然不喜欢看书的川建国，在他功成名就后呢，还是出了本书，这就是1987年作为他个人自传的《交易的艺术》。这书出版后呢，据说风靡一时，并且连续48周登上畅销榜排行榜啊。既然谈到书，那么我就用最简洁的方式介绍一下这书中所谓的葵花宝典，也可以称作川建国生意经的四步走。用川建国的意思呢，做生意第一步呢要提出惊人的目标，第二步呢进行大肆的宣传，第三步呢决策反复摇摆，第四步呢获得直观的结果。川建国呢在自传中是这样写的，先给出一个远高于预期的条件，让对手呢无从下手，再反复无常的变化给对手施加压力，然后给出次优条件，让对手呢急于接受了事，最后呢达到最初想要的结果。这门川建国的交易的艺术呢就搁这儿，有幸的小伙伴呢可以找来看看，看看他如何对咱们使坏。不就四板斧吗？是不是在整个80年代顺风顺水的川建国，到了90年代可就没那么幸运了。90年代大洋彼岸的房地产业呢落入了低谷，他的老父亲呢出手拉了他一把，让川建国呢暂时克服了眼前的困难。想想啊，为啥富二代呢就跟咱们不一样啊？这就是不一样。就在事业下滑的同时呢，川建国他出轨了，并且被发现了。原本呢被人羡慕的美满婚姻呢瞬间破碎，川建国呢最终以2500万美元的赔偿跟原配离婚。赔偿金给完后呢，川建国更穷了。在最危急的时刻呢，他说服了债主给他一次机会进行破产重组，把债权呢化为股权。这一波操作让川建国呢起死回生。到了1999年，川建国满血复活。就在这一年，他的老父亲去世。也就在这一年，一名职业摔跤选手杰西成为明尼苏达州的州长。这事儿呢，引起了川建国的极大兴趣。他突然发现，能摔跤的大老粗也能身居高位啊！也许我川建国还真的可以当那啥那啥，是不是？之后呢，川建国呢频频放出风声，表明自己勇攀权力顶峰的意愿。再吸引一波注意力后呢，他又宣布啊，那啥是开玩笑的。一系列的操作背后呢，川建国似乎在等待着一个机会。2016年，70岁的川建国到了古稀之年，终于他站在了最流国家大选的舞台上。川建国对手呢就是希拉里·克林顿。面对这样的女人呢，川建国可不怵他。啥样的女人不被他耍得服服帖帖的？何况还是一个老公曾经出轨的老女人啊！搞不定他，咱们川花花呢算是白混了。对付老女人，川建国决定剑走偏锋，旗帜鲜明地摆出了自己的立场，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反自由主义，正好跟希拉里那个老女人所描绘的多元化、开放、充满活力与创新对着干。川建国则扛起了民族大旗，将矛盾呢引向全球化和外来移民。他呢利用推特直接哔哔哔，在那啥结果出来之前，几乎所有的调查结果都显示希拉里更加有优势。据说啊，在电视上几乎看不到任何支持川建国的消息，媒体和精英们呢自以为把握了话语权就可以决定最后的结果，但
但是后来呢，实在是让所有的人呢大大的跌眼镜啊。川建国呢，依靠着沉默的大多数人，将自己的推上了今天这个位置。商人川建国又一次成功了。那么咱们回到最后一个话题，川建国是个好那啥吗？客观上讲，作为商人他还是成功的，但作为那个啥，大家呢还是有目共睹的。本来当个村长带领全村人民发家致富，这个还是没问题的，但是你非要让他干最高级别的那个啥，他呢就给你干出了不想交会费就退，想来我村交钱走人等等土村长干的事儿。这不重要场合了频频失态，反复打脸又拒绝认错，这不是村长是啥？说正题啊，川建国啊，他是一个短视的商人，他只在乎短期的利益。咱们都看到在这次疫情当中啊，他既不能控制住感染的人数，也不能控制住失业的人数。你呢越是深入了解他，越能发现呢他连当个村长的能耐都没有。事实呢，他当时迎合了社会的浪潮，走向了万人之上的位置，可是当真正的危机出现时，他却不能像当初的知者所期待的那样力挽狂澜。回想呢，川建国的老父亲因为罗斯福新政而白手起家，成为了房地产的大亨。今儿呢，川建国却不能像罗斯福一样力挽狂澜。说了这么多，我还是尽量的从客观的个人经历的角度来聊聊川建国。不得不说，川建国这商人无利不起早的毛病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改不掉的。从奥巴马向咱们的刘慈欣讨看三体的书，再到一个从不看书只看电视剧的川建国，那啥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要知道呢，那边在走下坡路，咱们呢得加油啊。连自个儿都不咋地的奥巴马都这么讲，川建国连任我全家搬走，这啥也太那个吧。好了，这期视频呢就到这儿吧，咱们呢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哦对了，后面呢还有点视频呢，无聊的观众老爷们可以看看，就这样吧，好不好？那这个视频可以看一看哦。China.